老王这是悬浮第一泡泡吗？这是一定是悬浮第一泡泡了，一定一定啊，一定一定，梦幻无第一，但是你这个是真的是第一。须弥泡泡有一本辅助书很牛逼，两本辅助书很罕见，三本辅助书的话是绝对没有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啊，技能这么完美的啊，须弥泡泡。不过须弥泡泡是没有什么太大用的啊，多辅助书，因为幸运反震啊，基本上974不暴必杀他也一刀死了啊，不反震他也一刀死了，一刀货嘛啊，很多辅助书没啥用，敏捷配合这个速度资质啊，735等于不高不低，归不归啊，快不快的，所以说这只宝宝三本辅助书啊，嗯，啊，老王那个不磨衣服卖不就成商人吧啊，这个1000多块钱东西你就不用总惦记，就是卖东西啊顺其自然，卖着卖着他就卖掉了啊。商人一般不会收那种不磨的东西，当时摆1800，人说摆低了，一堆人这个要那个要的，对不对？一摆上他妈还是没人买啊。慢慢卖，别急，藏宝阁东西你不可能指望到刚上架就卖了。14天降一次价，14天降一次价，1800卖不出去，咱们就调1400嘛。